瑞典检察官马茨·永奎斯特六号表示，调查人员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况，一个国家行为体直接或至少间接地支持了这一切。北溪爆炸事件中使用的爆炸物并不常见，调查人员已确定其类型，从这一点就可以排除不少嫌疑人。考虑到调查正在继续，这名检察官没有公开爆炸物的具体类型。 永奎斯特还说，调查很复杂，确定是谁炸毁北溪管道相当困难。理论上说，一个独立团伙也可能这样做，但可能性很小。去年9月26号，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德国等欧洲国家输送天然气的两条北溪管道发生强烈水下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各方普遍认为这一事件为蓄意破坏。 北溪管道遭破坏数天后，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开始独立调查。俄罗斯多次呼吁共同调查，但遭相关国家拒绝。 今年二月，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发表文章称，去年九月底发生的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美国是幕后黑手。对赫什的文章，西方主流媒体异常沉默。随后又抛出新说法，将北溪爆炸的凶手指向了一个所谓亲乌克兰团体。